啊，所以我们就晓得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凡是到极乐世界，都可以说是最上立根。啊，下下根人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变成最上立根。听什么法？ 听无上妙法，无上妙法就是这部经。啊，这一部经包含了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。我们得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然后怎么样？死心塌地。 不再胡思乱想了，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我通放下了。你们喜欢什么，我都点头，好，很好。啊，你叫我去搞，我不干，我没时间了。啊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了。我的时间精神就浓缩在这一点。 我就搞这一部经，我就一句佛号。啊，你问我每天干什么事情，心愿持名。那问我学什么，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除这个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智慧这一部经上圆满智慧。 神通道力这一部经上也是圆圆满满啊！再求呢？再求那是你心里头有疑惑，你有问题，经没问题，佛没问题，法没问题啊！问题全在自己啊！ 所以这是诸佛所行境界，这个境界到极乐世界就看见了。啊，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。啊，唯佛与佛能究竟，彻底通达明了，那是如来。等觉菩萨都不行，这非。 九界自力所能行解，不但不能了解，说实话也不能相信。